结果我的嗓音鉴定出来是什么？太普通，普通偏下的那种嗓音。我可以的，同学们一定可以，因为我本身我的嗓子条件来讲都不算好的。我们上音乐学院，那就是报名的第一天要做第一件事情，知道什么是什么吗？他不是上课，也不是说什么汇报的音乐会啊这些东西。到音乐学院报到的第一天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嗓音鉴定啊，这一点就是用一个这个嗓音鉴定啊，用仪器去照，就是说你的嗓子是怎么样的。结果我的嗓音鉴定出来是什么？太普通，普通偏下的那种嗓音。所以同学们听到我的哈哈哈，一天都是咳啊咳的，我的嗓子并不好啊，我的嗓子并不好。同学们一定要有信心，方法好了，气息好了，一定可以唱好。啊吼！父亲的草原落下来。啊吼！母亲的河虽然已经。中低音唱好了，唱饱满了，唱夯实了，唱结实了，就这么好听。